孩子过敏好不了，凶手原来在身边。我都另外去买特别沙发用的熨斗，真的有用。听说尘螨会55度以上会死掉。成年人一天掉下来的皮屑可以养几只尘螨，3000只。它的致敏不是只有它的身体而已，对，它的卵、它的粪便，好痒哦。我把刚才讲要杀尘螨这些动作评分，假设10分，熨斗去烫表面无效的，大约2分。今天晚间8点，妈妈好神东森超市33频道。